你又忘记点赞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忽视这么可爱的猫咪？看那智慧的眼神。现在立刻点赞。I thought you'd be stopping by.真的，那是爬分爬到卡住的人。你说什么卡铂金卡超新的？干浩克，一直选就对了。火箭、万雄、浩克这两个疯狂的选，随便打。中路就一直钢铁侠。辅助浩克，上路浩克 ，OK 吧？如果你不会玩打野的话，那就尽量不要选打野位了，就尽量不要，因为打野真的还蛮吃重观念的。打野如果要推荐无脑角，要推谁啊？你没有什么想法？什么鬼啊！亚当术士辅助，这样也行。哇，有人断线了，那这把怎么做？我还被反野。好亏哦，没有蓝 buff， 太亏了吧！蜘蛛侠都可以反野，就很离谱。我打到一半升四级都有头可以收，就离谱。突然觉得舒服多了，对吧？你刚刚说你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些角色，对不对？但浩克你一定有，100%。所以还等什么呢？还等什么呢？浩克选下去就对了。Oh no! I'm in your head. 想用大招绕跑，结果被贴到了。这个。下路双人组不错哎，这个跑线时机点无可挑剔。美队虽然很推荐新手，可是有些人会玩不习惯他的手感，他其实玩起来会有点硬邦邦的，跟他的肌肉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种生硬的手感，他其实玩起来不滑溜啊。应该说你要习惯啊，也不是说玩起来不滑溜啊，习惯的就好啊，不习惯的话你就一直觉得它很奇怪。刚那个距离居然还打不到、啊。嘿嘿，这一波有没有很细？这波很细吧？我故意不砍，就是为了要有那个位移的空间哦，绕到他后面去，他就没有晕到我了。那个晕没有打中，他就死定了。I'm in your head. 嗯，对，怎么是往这边？他也蛮细的，我差点被他反杀。还好队友有来，不然我爆了。OK， 他又没了。就他的目标根本不是我。美队的手感有够怪，不知道怎么滑溜。就是你要习惯他的硬质啊，习惯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哦，做一些多余的动作是没有意义的。有时候你的左蘑菇可能都是放开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不会一直移动，你在放二技的时候你可能会松开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。
救他。Nope。那个，我刚刚手机好像过热了，所以失去画面了。反正那两个人都死了，我只能这么说。但怎么死的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。我只能说他们都死了，但我没法告诉你他们怎么死的。过热了啦，我今天开太久了，好像该休息了。啊！哪个天才会想要用亚当术士来打辅助啊？这都被他扭掉哎、欸，杠的不错。啊！这边放弃了是不是？云蝶下个版本就有机会变成比较强势的打野。这版本虽然有经过一次 buff， 但仍然就那样了。会玩的还是那些人啊，啊，永远都不会去碰的还是不会去碰啊，就表示他还是没有在版本上。啊！看，我是来 K 头的耶，那都是残血的。他不是没大招了吗？他怎么会选择要硬打？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不是、啊，他又没叠几层，干嘛硬要射啊？多跑一点还比较实际吧。那继续跑路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老哥，你真的很搞哎、欸。哎、啊。哇，老哥怎么死了？你不要出来啊！我好怕他会死掉。哎，老哥，这个画面有点熟悉啊。哎，为什么有两个人跟过来啊？好像好狠哦！干一个天使，一个蜘蛛侠。哎，哎，不要啊，老哥，我就来救你。啊？为什么啊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心诀。我来救他了，他还是倒了。妈呀！刚那个天使直接开大，我就去了、欸。好痛哦！不知道在痛什么。天使刚直接果断放大后，我就原地吓尿。不行啊，白光皇后打这只本来就不好打，这只就法师杀手，所以没办法，角色上就占优啊。他是跟你有仇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每个人看到都想追杀我，好不好？习惯了。I thought you'd be stopping by.
好的，以上就是增强后的零叠打野。现在一技的环数是真的很有感，大招一套伤害比较容易打满，一技用来断后或者是缓速留人，效果都比上个版本好很多。那大家也都知道，下个赛季法师将会变得很强势，零叠本身就是个能量型的英雄，再加上天生就是法师的克星，所以我认为下个赛季零叠是很有希望成为强势的打野之一。如果你很喜欢零叠的话，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很值得去练的英雄。要比美腿的话，当前版本还真没有其他英雄能比肩零叠。既然新赛季的零叠是又香又强大，那干嘛不趁早多摸个几把熟悉一下呢？我是水大，祝所有伙伴们有个顺心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